那你那时候，我可以想见，你刚刚讲的说您是一个喜欢有看到成果的哦，就像您在学化学，看到有实验，有挑战，有任务的。你那时候觉得政治这个事情符合您自己的兴趣吗？啊，这样讲啊，政治不，你说那个时代，我们去做政府去做事情啊，其实是一半政治，更大部分的话其实是。 推动行政工作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技术官僚，就是从李国鼎这个孙运璇以下都是这样，就那个部分的，比较小的那个政治那个部分是我比较不熟悉，也始终不觉得很 comfortable 那个部分啊，就是这个我可以跟他共存，但是那个行政的部分能够推动一些事情，那个是我喜欢的。